我是 JTC 的 Jack， 我们的频道就叫做 JTC 篮球训练团队，专门制作与分享篮球相关的技术知识以及国内外的一些讯息。相信会员频道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，所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将如何使用这项功能。为了不影响本频道订阅者的权益，也不想疏远了无法承担这笔费用的伙伴，我们花了超过三个月的时间来讨论各种细节，包括如何使用会员功能的最佳方式。我们将会员频道定义为让你们有机会对我们说 JTC 加油，希望能跟会员有更多的互动，做出你们最喜欢的频道内容。我们决定推出会员功能后，花了很多时间才讨论出制定奖励。我们想要为忠实观众带来具有附加价值的内容。第一个，我们将提供最新的活动资讯偷跑，包含我们的视觉、营队资讯等各项计划，你都会在第一时间得到我们最新灵感的消息透露哦。第二个不算是奖励，它算是为这社会尽一份力。但是我们的人都知道，强调社会责任不是等到你有钱才做的这种欺骗自己的话。从创立 JTC 以来，我们不断为这社会提供协助，举凡行动梦想家公益篮球营、新竹偏乡篮球指导以及 Pride 杯篮球赛等等，所有的活动都需要固定的成本。希望荧幕前的你们与我们共同做公益。第三个会员奖励是由你们指定影片内容，由训练师们拍摄并制作教学影片，帮助你们解决训练上的问题。平常剪片有些消音以及被擦掉的片段，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超越模糊的写实，还会听到一些劲爆的内容哦。但希望不要流出或是翻拍，否则我们会关闭这项奖励哦。接下来是下一个会员等级的福利了，这也是我最期待和兴奋想要告诉你们的。我们将提供小蜜蜂们JTC 所进修的所有篮球知识，包含我们学习的世界篮球机构的线上教材、课程、讲义、课纲等等，我们将翻译成台湾版本，并加入我们的优劣势分析，让你自行决定你要不要学习哦。每一年年末，我们将在双北地区举行一场篮球聚会，欢迎所有的小蜜蜂来与训练师进行一场篮球比赛。成为虎头蜂会员最特别的点是，我们会告诉你球员训练时间与地点，让你有机会可以来到现场参与球员训练的过程。加入专属 LINE 群，我们将会公布何时有篮球聚会，以及可以协助训练的时间与地点。所有的商品可以享有比预购价更低的价格，这是专属于虎头蜂的优惠哦。终于到了最后一个等级了，就是我们的战斗蜂。如果你知道 Jack 是什么人，就会知道我常常在训练师可能会有一些跟别人的舆论争论等等。那如果你好奇这背后的秘辛，我们将会提供你每个月一次的视讯会议，你可以向我请教你所有的问题，包含商业模式、训练内容，还有你遇到的所有问题，这些我都会为你解答。记得这是战斗蜂专属的福利哦。只要我们活动都可以全程跟随跟观摩，不受助手名额的限制，简单来说就是超级粉丝啦，完全融入我们的生活。举凡四对四课程、Summer Camp、Small Group、球星专班，只要是我们的团体课程，战斗蜂都可以来免费体验一次，无需额外报名，直接加入我们的训练计划。